雪儿啊，锦衣就把你送到这里，以后你自己要多保重啊。老爷，少先生，钟林兄，嫂子，怎么不多留一会儿呢？今儿可是个好日子，不过我们还得到别的地方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套，自己人，不必客气。好，下次有机会咱们再慢慢去。好，嗯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别待在这里，到一边玩去啊！哎呀，这车碰着了！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找人。你找谁啊？于伯涛。切，你找于伯涛？切，你是？小妹妹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可是我妈妈说，她只要看了这封信就知道我是谁了。你妈叫什么名字？姚可人。苍天有眼，我姚可人大难不死，劫后余生，替于家生了个孩子。在你面前的就是你女儿，我给她起了个小名，叫雪儿。本来我想把这个秘密保存一辈子，不去打扰你，可是我现在自身难保，不想他跟着我受罪，所以我把他送还给你。毕竟他是余家的骨肉，我相信你会善待他。伯涛，孩子是无辜的，如有幸让他认祖归宗，客人感激不尽。还有一句话埋藏在我心底多年，那就是我从来都没有做对不起你、对不起余家的事。会让她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所以我就爱上你了。现在人在哪儿？妈妈在家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是锦姨送我来的，我们坐了好久好久的车才到这里。锦姨，陈锦，她是在哪儿？她送我到门口就走了。那你们家住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五岁。五岁。五岁，六年了。
真是我的女儿吗？陈叔，哎，老爷，帮我指挥大太太，别惊动任何人。好。哟，张老板，好久不见了，好见你好吗？谢谢你啊，谢谢！还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啊！哎呦，谢谢谢谢！家庭这么兴旺，你真是有福啊！哎呦，谢谢！哎，谢谢你们招待客人啊！谢谢谢谢！好久不见呐！是啊是啊，为你帮忙。不要客气啊，吃好。这么说，当年真是一场误会，客人是被冤枉的。天哪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真是罪过。雪儿，想妈妈吗？嗯。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我就帮你把妈妈找回来。嗯。你记住，任何人问到你妈妈的名字，你都不能告诉他们。只要你听话，我保证你和你妈妈很快就可以见面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来，我们拉钩。嗯，伯涛，有什么事吗？把门关上。啊。哎，这孩子。这是我朋友的一个孩子。最近他们家发生了变故，暂时托付给我。他或许要待上一段时间。啊，这孩子挺招人喜欢的。你帮我照顾他，别让他乱跑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的。雪儿，这是许姨，你跟他去吧。嗯。你叫雪儿。嗯。多好听的名字啊，是不是你妈妈给起的？啊，那我先带他下去了。啊，麻烦你。雪儿，跟我走吧。嗯。陈叔。哎，老爷，你叫我啊。你还记得那个大江南剧团吗？啊，知道。那不是三啊，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。我有事要找陈姐，麻烦你帮我跑一趟。没问题，我明天就出发。现在就动身，一刻都不能耽误。啊，是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嗯。乖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不哭。雪儿听话，妈妈有事不能来，你先暂时在这儿待几天，过两天许姨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？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哎，雪儿，雪儿啊，不哭了啊，听话，要不然妈妈该不放心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大太太，进来。大太太，你没出去吃饭，老夫人不高兴了。啊，可是孩子他交给我吧，你快去，大伙儿都等着呢。啊，哎，雪儿，雪儿，我看我还是亲自把大姐的饭菜端去吧，大姐恐怕是真病了。你吃你的，让许妈照顾她就行了。雪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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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雪儿，你怎么能乱跑呢？哪来的孩子啊？啊，这孩子是我娘家亲戚的，
因为家里出了点事，先到我这儿来暂时住几天。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呀？这孩子也是今天刚到，本来想告诉妈的，但一屋子高朋满座，怕扫了大伙儿的兴。波涛啊，大姐娘家有人来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好说呢？大姐这不是好端端的吗？干嘛冲人家头疼啊？我刚才是头疼来着，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。好了就行了。小丫头，来到奶奶这儿来，告诉奶奶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几岁了？说话呀，奶奶问你话呢。嗯？怎么不说话呀？是哑巴？我不是哑巴。啊，妈啊，她叫雪儿，今年五岁了。哦，雪儿。嗯，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好看呢。雪妈，哎，加把椅子，让她坐我边上。是，妈，就让她坐我旁边吧。啊，那也好，来，啊，坐这儿啊，雪儿。坐这儿来，来，来进去。哎，雪儿啊，吃饭的时候咱们手里不能拿东西。许妈，哎，帮他拿去搁到一边。是。嗯。哎，来，雪儿。嗯。啊，你的布娃娃丑死了，送给我我都不要。你，一个破娃娃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许妈，没关系，先让他拿着。哎，不是说好了？吃饭不能带东西上桌吗？这是规矩。哎，来者就是客嘛。雪妈，给雪儿上点鱼吃。是。饿了吧？啊，快吃啊。嗯，来，雪儿，快吃吧。吃啊，雪儿啊，为什么不吃啊？我不喜欢吃粉丝。你连鱼翅都不知道，真是个乡巴佬。那这个你总见过吧？哦，这个是银耳，我喜欢吃。雪儿，这不是银耳，是燕窝。哎呦，大姐，你娘家亲戚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连鱼翅燕窝都没见过呀？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来，雪儿先吃吧，菜都凉了。来，雪儿，我吃饱了，我要吃蛋糕。我也要。好好好，给他们上蛋糕。是是。许妈，哎，给雪儿也上一份。是。来，给你，谢谢。你们这余家到底还有没有规矩？哎呦，这孩子们打打闹闹的，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？你还说，这孩子你是怎么教的？越来越不像话。你干嘛当着外人骂自己的孩子呀？有完没完呐？这饭到底吃不吃啊？吃顿饭都不得安宁。睡了啊，睡了。哎，这孩子受委屈了。幸亏你刚刚帮我圆场，谢谢。这没什么。那你怎么不问我雪儿的来历？你不都已经说了吗？她是你朋友的女儿，
可我知道你不相信。你要是想让我知道，自然会告诉我的。是，等时候到了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都六年了。六年，你是说？雪儿，客人已经走了六年。是啊。哎，伯涛，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随便说说。伯涛，有件事情我倒是很想知道。什么事儿？你真的相信客人他背叛了你吗？明天妈给你买一个比这个漂亮十倍的。我不摸不摸，我就要这个。你看你这孩子，妈，我的布娃娃，还我的布娃娃。天啊，许姨给你买个新的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不要新的。为什么？新的不比旧的好吗？这个布娃娃是我妈妈亲手做的，我只要这个，不要别的。好好好好，等于伯伯回来啊，许姨就告诉他，让他帮你要回来好不好啊？不过现在你不许再哭了。怎么又哭了？为什么？我要妈妈，我想家了，我想回家。许姨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找妈妈？好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于伯伯已经去联络了，等两天妈妈就会来接你的啊。哎呦，看把你委屈的，我们雪儿啊最乖。不哭了啊！谁呀？是我，于伯涛。请等一下。陈师姐，好久不见。于先生，没想到您还敢来见我。能不能让我进去再说？
可人不在这儿，不相信你可以搜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他人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去向。能不能告诉我他人在哪儿？你以为我会再一次把他交给你？别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就算我知道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我大老远从上海跑过来，你找他做什么？他被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难不成你要赶尽杀绝？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应该知道，我不会让你见他。可人毕竟是我深爱过的女人，当时我是气昏了头，所以才气昏了头。气昏了头就可以不顾客人的死活？于伯涛，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过你会疼他爱他一辈子，结果呢？他才进门多久，你就让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？要不是老天有眼，他早淹死在江里。你怎么对得起我？对得起可人？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？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难道你也认为可人会去偷人？当初你不就是看上可人的单纯善良，才费尽心思迎娶他进门吗？怎么成了你的人就任你宰割？你要作践他，大可以写封休书让他离开，为什么要给他冠上一个不守妇道的罪名呢？我知道我现在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相信，就是因为我深爱他，所以我没办法接受他背叛我。背叛？你是亲眼看见的，还是捉奸在床？于伯涛，你口口声声说爱他，当他被诬陷最需要你伸出援手的时候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又不是你狠心将他送进祠堂供神，他就不会遭遇那场浩劫。今天你还有脸来见他？是你，是你的疑心病造成了这场悲剧。你葬送了他的一生，你的爱他承受不起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曾经挣扎过，可那一封封的情书，那条手帕，还有他和丁佑明牵着手在众目睽睽下，我是一个男人，你让我怎么想啊？所以你见死不救，那你今天还来做什么？我只想见他一面。你说的可真轻巧，你大概是老爷当惯了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有没有想过可人？要不是他命大被一对渔家夫妇救起，恐怕他早就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向海龙王报道了。今天你还来见谁啊？好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但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？你最对不起的是可人，不是我。有件事我不太明白，他既然没有死又怀了我的骨肉，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回去找你？你们已经给他安了一个不守妇道的罪名，他怀着身孕回去岂不是自取其辱？谁会相信他肚子里怀的是余家的骨肉？他躲你们还来不及，本来救他的船家要去报官替他讨回公道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他就是不想和你们余家再有任何的牵扯。可他一个弱女子怀着身孕，无依无靠的怎么过日子？你总算说了句人话，为母则强。他坚强地活了下来，孩子也出生了。孩子是在一个大过年下雪天出生的，所以可人给他取了小名叫雪儿。
雪儿，我见到她了，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。为了抚养雪儿，她辗转找到我，回到剧团。由于不想让人知道她还活着，隐姓埋名，只负责教戏，不再登台。她说，在火烧船的那一刻，小菊花就已经死了，这是一场噩梦。他希望永远都不要再想起来。你想知道的，我都告诉你了。如果没有什么事，你可以走了。他的信上说自身难保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那场灾难使可人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，再加上一个人又抚养雪儿，终于撑不住了。前不久他发现自己染上了肺痨，医生说没多少日子了。肺痨，可人活得太辛苦了，现在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雪儿。本来他还想硬撑着，是我苦苦相劝，他才同意让雪儿带着心去找你。既然我都来了，陈师姐，我求你能不能让我见他一面好吗？陈姐，我求求你。可惜啊，你晚了一步。是在山沟下找到的。歉疚也都无济于事了。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雪儿认祖归宗，这样可人也可以含笑九泉了。雪儿真的是我的孩子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的疑心病已经让你失去了可人，难不成在雪儿身上你还要再来一遍？你别激动，你先听我说。之前她离开余家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听说她怀了身孕，六年后突然蹦出个孩子，真的是让人很意外，而且令人难以置信。你能站在我的立场想想？你不必咬文嚼字，你干脆说你怀疑雪儿是可人和丁佑明的孩子不就得了？认祖归宗是件大事，不能马虎，要不然对余家先祖很难交代。好，我以人格担保，雪儿是你的骨肉，你要是还敬重我的为人，
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。要是你心里还有一丝怀疑，不必勉强，我立刻把雪儿带回来，我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她有口饭吃。不，我绝不会让我于伯涛的孩子流落街头。这话可是你说的，希望你说话算话。雪儿真乖，懂得帮许妈忙啊。哎，谁让你拿的？那是我的，已经变成我的了。那是我的，还给我。知道你心疼娃娃，一会儿啊，让许妈把它洗干净，再给你缝上，好不好、啊？能缝得一模一样吗？会的，会的。许妈的针线活可好呢，她一定会缝到和你妈妈缝得一模一样啊！谢谢许妈。放心，许妈一定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的啊。很疼是不是啊？一会儿许姨带你去擦药，好不好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伯涛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让崇伟和艾美打的，这两个孩子也太不像话了，应该管了管了，老是欺负雪儿。波涛，孩子磕磕碰碰的很正常的，哪儿弄破了，赶快给他上点药，别小题大做。我要回家。好好好，我要回家。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好好好，乖，听话啊。没事了啊，乖，雪儿乖啊，不哭了妈妈啊，不要再吵了。你妈，你妈已经死了。
过药了吗？嗯，不碍事的。刚刚睡着，嘴里还一直嘟囔着要找妈妈。这嘴，这鼻子，这眼睛，太像可着了。她真的是我的女儿。你刚才真不该直白地告诉他，说他妈妈死了。唉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怎么承受得起呢？伯涛，看你心烦意乱的，有什么心事吗？伯涛，我了解你的为人，只要是答应朋友的事，你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去办。可是你对雪儿为什么时好时坏，反复无常呢？这个死丫头，别以为有大房撑腰就目中无人，今天我要不好好教训教训她，还以为我们二房的孩子好欺负。我看得出来你很想亲近雪儿，可是你为什么又要刻意地和他保持距离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要是不想说，那就不要说。这件事我除了对你说，我真的不知道能说给谁听。雪儿是可人的女儿。什么？雪儿是可人的女儿？可人当年不是已经……她没死，她被人救起来了。你不觉得雪儿很像可人吗？你不觉得她太像可人了吗？难怪我一见到她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伯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了弄清这件事，我专门去了趟杭州，找到了大江南剧团。你见到可人了？可是他在有意地避开我，我只见到了陈师姐。那陈师姐怎么说呀？他跟我说，可人在不久前发现自己得了肺痨，时间不多了，安排好雪儿的去处之后，就离开剧团，自生自灭了。那可人，他只是暂时地离开了剧团，你为什么要告诉雪儿说他妈妈死了呢？有人在山沟下找到了可人的披风，看来是凶多吉少。雪儿竟然是可人的女儿，怎么会这样？
千算万算也料不到可人会留下个孩子，当年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才让他消失，没想到六年后却冒出个女儿来，简直是永不散。可人是博涛用情最深的女人，他的女儿博涛肯定会爱屋及乌，宠爱有加。万一哪天雪儿发现了当年的阴谋，这太可怕了。不行，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妈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。哎呀，有话就说吧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我跟你说呀，不会吧？是真的？哎呀，错不了。您想想，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姐娘家有个这么小的亲戚，忽然间蹦出个孩子来，不让人起疑吗？春桃，老夫人。去请老爷跟大奶奶到偏厅。是。妈。妈。都坐吧。到底什么事？哎，韵芝，雪儿真的是你远房亲戚的孩子吗？这个。妈，您怎么突然关心起雪儿来了？彩玲，你是不是在妈面前瞎说什么？我知道，我是年纪大了。可是眼睛没瞎，耳朵没聋，如果有人想拿我当傻子一手遮天，哼，恐怕还早得很呢。妈，对不起，我是撒了谎，雪儿她确实不是我娘家的孩子。那孩子打哪儿来的？她。妈，您不要怪云芝，是我让她这么说的。雪儿是可人的女儿。妈，母子连心，可人还是舍不得和雪儿分手的。要不是因为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雪儿是不是我们余家的血脉。何涛，你说呢？你是孩子的爹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有那么难吗？妈。哎呦，妈，您就别为难博涛了。当年可人和他师兄私奔的事闹得是沸沸扬扬的，现在六年过去了，突然碰出个孩子来说是咱们余家的骨肉，谁信得过呀？彩玲说的没错，当初可人离开我们余家的时候也没听说她怀孕呢，六年之后突然就蹦出个孩子来说是博涛的，就硬要我们余家认，有这回事吗？妈，认祖归宗非同儿戏，可人要是没有这个把握，我想他是不敢把孩子送回来的。再说了，照雪儿现在的年龄来推算，可人在余家的时候啊，兴许就已经怀上了。大姐，你这个话虽然不无可能，但仔细想想不合常理。咱们余家三代单传人丁单薄，当初娶她进门不就是为了开枝散叶吗？要是当时就怀上了，
他不早就跟妈报喜了，干嘛隐瞒着不说？你说是不是？啊！可见这孩子的身世大有文章。博涛啊，我知道你宅心仁厚，但也犯不着糊里糊涂的把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当作是余家的骨肉啊！余家列祖列宗地下有知，不会答应的。博涛，这孩子不能认，送他走。妈，雪儿她无依无靠，怪可怜的，你让她去哪儿啊？要不这样吧，妈，就让我来收养。您看啊，你是说你要收养她？不管雪儿她是不是余家的骨肉，反正我膝下也无儿女，这个孩子跟我挺投缘的。妈，希望你能答应，让我意愿做母亲的梦，好不好？这，哎呀，妈，这千万不行啊！为什么呢？您忘了当初可人是怎么死的？这孩子将来长大了，万一追究他母亲的事情来，不找咱们余家算账才怪呢。妈，咱们家好不容易平静下来，犯不着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再起波澜啊！而且咱们余家实在经不起大风大浪了。妈，阿江，哎，把雪儿的行李收拾收拾，马上送她走。是老夫人。妈，谁都不准送走我的孩子。你想清楚了，雪儿真的是你的女儿？没错。那就怪，刚才妈问你的时候你怎么不承认？我知道你好面子，但也犯不着自欺欺人呐。博涛，这件事攸关着我们余家的血脉，你可要想清楚啊。妈，我是个男人，孩子是不是我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有什么证明他是你的孩子？证明？我说是就是，不需要任何的证明。难不成崇伟跟艾梅是不是我的骨肉也要我拿证明出来吗？太无聊了。真没想到博涛竟然在老太太面前承认了雪儿，把这个丫头片子留在余家，早晚会成祸害，该怎么办啊？打不着，站住！打不着，给我站住！来啊，一跑！别吵了，出去！妈，哥打我了！吵什么吵啊？大祸临头了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出去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我以人格担保，雪儿是你的骨肉，你要是还禁止我的为人，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。要是你心里还有一丝怀疑，不必勉强，我立刻把雪儿带回来，我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她有口饭吃。波涛，你是不是应该让雪儿认祖归宗，叫你一声爹啊？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不是时候？那要到什么时候？波涛，你在顾忌什么呢？英芝，有件事我想问你。什么事？你说。这女人怀孕是不是都喜欢吃酸的？我又没怀过孕，
我怎么会知道？那就当我没问过。你还在怀疑雪儿的来历，是不是？我跟可热相处的那段时间，没有听她说过她喜欢吃酸的东西。既然你心里还存在着顾虑，那又何必勉强认这个孩子呢？只要有1%的可能，我都不会让我的孩子流落在外。刚刚的情况你也看得出来，我没有办法不承认，否则雪儿就要被送出去。或许我们父女将来都不会有再见面的机会。父女？对，你看她那长相，看她那模样，谁敢不相信她就是我的女儿？好吧，那就等你想清楚以后再说吧。出生年月推算，当时可人已经怀上了，怎么一点迹象也没有？你的疑心病已经让你失去了可人，难不成在雪儿身上你还要再来一遍吗？来，雪儿。许妈都准备好了吗？快好了。雪儿啊，以后啊你就要住在这儿了，你看喜不喜欢呢？哎，怎么了？许姨，我妈真的死了吗？啊，来坐下。你妈妈没有死，是于伯伯心情不好随便说的，不要当真啊。真的？你没骗我？嗯，许姨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你呀乖乖待在这儿，过几天妈妈就会来接你的啊。我就知道我妈妈没死。你的布娃娃看，许妈把它洗干净了，破的地方也都补好了，你看是不是跟你原来的一模一样啊？谢谢许妈。不要再弄脏了，再洗可就要散了。嗯，娃娃，我妈妈马上就要来接我们了，你要乖乖的，否则我不带你回去哦。嗯，嘿是可人呢？难道是雪儿？啊，糟糕！哎，一定是那个臭丫头，大清早的在那鸡毛子鬼叫。哎，妈，外面风大，您别出去。是谁呀？一大清早就在那儿唱京戏。妈，雪儿她刚来，不知道犯了您的忌讳。哦，我待会儿就跟他说去。妈，我扶您进去吧。啊，Thank you.
我妈妈的名字。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他都走了，怎么可能才回来？雪儿，让于伯伯好好看看你，啊！不要再吵了，你妈，你妈已经死了。雪儿，我是你于伯伯，怕什么？来，过来。我在叫你，你听见没有？我讨厌你，你为什么要咒我妈妈死？我妈妈马上就要来接我了，我再也不会住在这个鬼地方了。你这孩子真倔，以后不准你唱戏，以后不准你再唱戏，听见没有？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清楚，住在人家家里，凡事你都要忍耐，万一有什么事，我想帮你才说得上话，你知道吗？许姨，我听你的。嗯，乖。这是一些等着要送出去的文件，你赶紧过过目。怎么了？还在为雪儿的事伤神呢？比起这些，这都算小事儿。咱们业界要出大事儿了。啊？报纸上写着，日本鬼子要插手进入咱们业界。高价收购一些工厂，意图垄断整个面粉界，如果让他们得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我们会不会受到影响？短期内很难说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不一定。那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可以应对的策略呀？走一步是一步，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稳住山东、河北几个大客户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下面两句是什么？崇伟。
你来答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一粥一饭。哎呀，奶奶，告诉你哥哥后两句是什么？啊，我不记得了。刚刚才教的就忘记了，啊？再慢慢想一想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。半丝半缕，恒念互利为艰。哎，来，挺好挺好。哎，你学过朱子家训啊？那你怎么会呢？我在旁边听了一会儿。哎呀，你很聪明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雪儿。那你是于家的亲戚啊？我家才没有这种亲戚呢，谁知道是哪里跑来的野孩子。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们都不可以口出恶语，这是做人最基本的礼貌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先生啊，二太太让我送点心过来。好了，暂时先休息一下。耶哟。哎，雪儿，你刚才答对了啊，这是奖赏给你的。谢谢先生。哈哈哈，凭什么给他吃？你们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们家的饼干不是给野孩子吃的，是先生给我的。会两句古文就了不起了？这里是我的家，我不让你吃就是不能吃。白吃白住，还赖着不走，不要脸。我没有赖着不走。那好，你走啊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哼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你妈早就不要你了，你回不去了。你胡说。为了你好，有件事你一定要记住，住在人家家里，凡事要忍耐，万一有什么事，我想帮你才能说得上话，知道吗？滚回家去！白吃白住！滚回去！不要脸！滚回去！你还敢跑？别跑！滚回家去！跑什么跑？想撞死我呀？对不起，我没有看见。我这么大个人你看不见，你糊弄谁呢？你分明是存心的。是童伟和艾梅欺负我，我只有赶紧跑。敢咬我一口，我今天不好好治治你，不知道我的厉害。阿江啊，过来，把他抓进去。是太太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没事，走吧。把门关上。是。二太太，这怎么办啊？放我出去！开门，开门！这还用问？谁敢追？我就不信他不怕疼。这样好啊！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有人问情就推到我头上。不告诉大太太去。不，不要告诉许姨，我不想让她担心，我求你了，许妈，我求你了。
你上点药。哎呦，哦，好好好，对不起，忍着点啊，上上药就好了。啊，你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啊，你老实告诉许姨，是不是崇伟和艾梅他们又欺负你了？啊，你告诉许姨，许姨才能帮你做主啊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没有的事。那妈妈为什么不来接我？我好想妈妈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伯涛，行李我帮你收拾好了。早点休息吧，明天一早还得赶路呢。啊，我还有一大堆事儿要忙，今天就不去你屋睡了。你要到大姐那儿？哪儿都不去，就是书房。你就不能多留些时间给我吗？咱们夫妻俩已经有好些日子没在一块好好谈心了，你这一趟出门又得有一阵子见不着面了。现在世道不好，生意难做，等我把山东河南的生意稳定了，我才能有空跟你聊天。真有这么严重啊？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？你一个女人家去做什么？帮你疏通疏通啊，凭我的交际手腕，多少能派上用场。做生意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要我怎么做？你教我吗？我说了你就能懂吗？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？那我走，不烦你啊。自从雪儿进门之后，伯涛一颗心就不在我身上。难不成这中间有什么蹊跷？还是客人现在还活着？来来来，等等等等，都站好了。你们两个怎么老欺负雪儿啊？啊？尤其是你崇伟，男孩子将来长大是要做大事情的，这全都是用来对付坏人的，老欺负一个比你小的女孩子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？还有你艾梅，你和雪儿同年，你比她幸福多了，你有的她都没有。你不但不同情她，反而处处为难她，你的教养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了怎么了？妈，哎，大姐，瞧你把这两个孩子吓的，他们又做错什么了？他们老欺负雪儿。大姐，话可不能乱说，你哪只眼睛看到他们欺负雪儿了？这个家有多大，除了他们两个，难不成大人还会欺负一个小孩子吗？彩玲，孩子是需要教育的，你不能老宠着他们。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，要知道邪不压正，这个世上还是有正义和公理的。
你是说我不懂得公理正义？我是在跟你讲道理。是，我是没你念的书多，但做人的道理我懂，用不着你来教我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妈，伯涛前脚走，后脚你们就要拆房顶啊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两个人吵成这样，说出去也不怕外人笑话。妈，我怎么敢对大姐不礼貌呢？人家可是八抬大轿从大门抬进来的，哪像我呀，做什么都矮人一截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说错了吗？这小孩子打打闹闹，少不了会磕磕碰碰。雪儿受了伤，她非要把这个责任推到我们二房身上去，我能怎么样？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，程伟和艾梅他们总欺负雪儿。你都看见了？我没有，但是有人看见了。谁？谁看见了？我不告诉你。这个家有多大呀？我猜也猜得到是谁在乱嚼舌根。大姐，今天我总算明白了，原来我们二房在你心里连个下人都不如。你说话可要凭良心啊你！我说错了吗？就拿雪儿的事儿来说，你宁可相信外人，也不相信我们自己人。雪儿根本就不是外人，你心里清楚。我看未必，要不然伯涛干嘛不让他认祖归宗？因为他后悔了，雪儿根本不是他女儿。你胡说！妈也是这么想的，不信你问妈。妈，伯涛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心意，只是他现在比较忙。我相信等他空下来的时候，他会处理这件事的。哼，你相信？你相信有屁用？要伯涛相信才算数。不要吵了，行不行？